想跟陈峰堂堂正正的打一场？哼，小慕白，苏家只需要一条乖乖听话的狗。杨慕白，你认识他？苏少游的随从，实力非常强劲，但他却常与宗门权贵厮混，甘愿做那些人的走狗。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切不可走上杨慕白这条路。冉长林过时不至，是否算我赢了？你知道你的对手是谁吗？哼，蝼蚁总是那么自信。萧雪云，收。